潮州人的那个人月的时候必吃的一个，必吃的一个啊、哦！你在望着远方，我在望着你的刀啊！对，那突然间切了一半翻白眼，我有担心哎，把这些步骤记下来。嗯，因为我们的下苗兵不是随便随便露手的哈。对喽。哇！太棒了！在现场，我只能说我们又有眼福又有口福。在看我们节目的朋友，你普普，你只有眼福，你们闻不到，闻不到。放虾了，来，虾的意思是嘻哈大笑。有嘞，什么都能够给他搬。哈就是虾嘛。哦，广东人我们叫哈，哈哈大笑的意思。对，哎呦厉害，这样的东西居然都可以给你掰得过去，你自己鉴定一下啦。好，可以吗？对对，我觉得呢，带有进步了 ，Chef。不可以，不可以，气死人！我好想吃啊！哇哇哇哇哇哇哇！来来来，哇塞！想吃哦！我很饿嘞！哇哇哇！现在我们很短的时间就煮完了，对，不然他们要蒸很久，要烤很久，要焖很久的，对不对？是是是，满园春色。哎呦，一锅了，写字难不倒。满啊，对呀，圆圆满，来圆 ，OK。春，哎，色，颜色的色。哦，这样还这样想起来还真的不是太难了，对不是太难，不是太难。我厉害了，这个主持人厉害了，不错了，不错，不然你来主持就好。我们下一个系列你主持了，我们当你的助手了，好了。OK， 你们的钱全部也给我对吗？酬劳，哎，可以嘞。OK， 不然下一季你不要做了，你不要做，没问题，我们钱都给你，你的那个不要讲钱，好，不要讲钱啊，讲为什么？为什么 ？Sensitive， 讲钱伤感，伤感情，讲感情还伤钱呢，我才不要嘞。来，给你们偷看一下啊，来，哎呦，好好好。把菜放进去，你看一放下去都很漂亮的，颜色调一调啊。看，哎呀，哦，炮竹在哪里？炮竹，炮竹，哎呀，炮竹来了，炮竹来了，一二三四，炮竹一声大地震，噼里啪啦啪啦啪。声大地声，噼里啪啦啪啦啪！哇啦！满园春色一过了，那也是时间，我们来看看另外一位，我们的 Chef Melvin 什么进度？香味扑鼻，是的。然后在我们两个的这个专业调教下呢，他这个七种不同的菜，你看可以上盘了，对不对？哇，文海，我们做了这么多集这个节目，我发现到你越来越不知羞耻。其实是我们看了这么多小贩，还有看了我们高手哦，其实我们两个真的也学了很多。当然，当然，当然，当然。乱中有序，轻轻七样菜，哎呀，厉害了，厉害了，七星菜哦，轻轻都七星菜，因为有七种不一样的菜，对，然后兴旺发的兴，对，搞不好这个又列入为 UNESCO 里面很重要的一部分了。还有，再加一点汤汁，加点汁，加点汤汁，哎呀，这哦，加几汤匙哦，也是很讲究的，一定要加七汤匙。哦，七汤匙哈，没有啦，我乱加。轻轻七汤匙，七样菜。我们 Chef Melvin 潮州人的最爱，轻轻七样菜。哎呀，马上试吃啦！对对对，请大家鼓掌！哎呀，不是，他现在录节目录到还会 cue 我们大家跟他鼓掌。不只是说食物丰富，不过他煮出来的这个味道，嗯，哇，这个就使我想起了在马六甲的妈妈。
哎呦，已经快要一年了，没有去见到他。哎呦，好温馨。所以这一餐呢，非常的温馨，非常的好吃。哇，谢谢你。其实我很喜欢吃烧肉的，啊，这个是非常香、非常好吃的，是吧？相信里面也放了很多不同的料，所以吃出来的这一个。啊，烧肉跟其他我自己烧出来的很不一样，有特别加料过，非常的特别 ，very nice，very nice，very nice。他真的比较少话啊，他有时候不知道要怎么样表达出他心里面的那个热情奔放，笑一下，笑笑。啊，赢了喽！赢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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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赢了喽！赢了，你不相信？你看另外一边，谁分？笑一笑，笑一笑，笑一笑，笑一笑。你需要奖品，你需要奖品啊！味道如何？知道味道如何？很香啊，很好吃。家里有没有吃过这样子的味道？没有，没有哈，没有。那家里都吃什么？不要讲了。为什么不要讲？为什么呢？等一下阿妈会排血。不会啦，不会的，家里煮的饭怎么会排血？不会排血的。我们很需要我们的这个小饭文化。继续传承下去，说得好，那真的要多靠这些年轻小贩了哈，对，一直往里面努力了哈。很多这一个小贩找不到继承人，我们非常高兴看到年轻小贩啊出来。当然，我是希望这个环境局啊能够扮红娘的这个角色，就是培养下一代。愿意继续这个行业的这个年轻人，当这个年长的小贩想要退休的时候，就是跟他们接手过来，让我们的国人继续有这个哇好吃的东西，好吃的食物。那么我们拿到了这个UNESCO 的这个肯定呢，相信给我们的小贩打了一针强心针。强心针啊，希望呢。我们的国人继续给我们的小贩鼎力的支持，那么我也希望环境局啊，政府的这个政策能够一直的跟着这个时代而改变，进一步的帮助我们的小贩们。我也希望我们的国会议员能够敢敢的为小贩说话，那么需要改的地方就要改。哇哇，说的太棒了，哇，今天让我们的小贩文化发光发热，是是是。2021年，希望我们战胜疫情，那么呢，我们的经济复苏。我们也祝福所有正在观看我们这个 Facebook 或者是 Amplay Asia 或其他平台的朋友，谢谢你们支持我们这个小贩新时尚，谢谢我们的麻辣妹啦，麻辣妹，对不对？谢谢这么多集的这个付出还有努力，对，啊 OK 了，好，谢谢，当然也要谢谢我们两位高手，也就是 Chef Melvin， 然后还有我们的 Chef Daniel， 这么多集以来都给我们宝贵的知识、是经验分享，还有今天我们两位这个年轻的小贩啊，我们的两位帅哥，一位帅。各一位可爱的，继续努力帮我们提升这个。你干嘛？你这样子语言是好不好？一位帅哥，一位是可爱的，这样。哦哦，这样语言好吗 ？OK， 我们就不可以两位帅哥，不可以啊？一位瘦一点的，一位微胖的，祝福大家就是能够步步高升，好不好？然后呢，在过年的时候，我们最重要的是要开心啦。是。那当然，在这边也要谢谢我们的伟良，哎，谢谢谢谢谢谢我们的花姐，谢谢花姐，谢谢你，谢谢。来，小贩新时尚，祝福大家 Happy。